评论。大家好，我是挑夫。今天呢，咱们看一下修罗。护食这么厉害的一条狗啊，会不会因为护食？今天呢，咱们就把它弄出来试一下啊。先给大家看一下。评论。变得特别二哈，变得跟相貌有一拼了。那出来以后，你看干啥事儿？修罗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很好。来吧，大家，食物准备好了啊，一盘鸡架，马上就咱试一下，看一下修罗的，哎，看一下怎么样啊？来，修罗，现在大家看修罗吃食的时候，对别的狗是什么状态啊？这儿。为了安全起见哈，大家也是千交代万嘱咐哈，让我把它拴起来哈，拴起来，咱拴起来就试一下啊。拴结实，拴结实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咱们来干这个活啊，好了。好了，秀来在这吃哈，老实说我还挺紧张，哎，老实说我还挺紧张的哈。老实说我还挺紧张的哈，然后我先试一下啊，以防万一，我先给它抽出来，现在不行。好了，咱们要试了哈，要试了哈。收工，过来。
大家是不是吓了一跳啊？跟大家皮一下，接着往下看。老碰盆了，好了，吃吧。那我担心的事儿，让大家担心的事儿都没有发生哈，是吧？好孩子啊。